大哥，接下来干什么呀？没啥打算，接着休息，接着睡觉。你干啥呢？我回家，你站着。对，你在干啥？你睡的不打扰你做梦啊！我回去。看来你让我休息一下，有那么好吗？昨天休息的一天，啊，现在在车子上休息的一天。前天在室内休息也算休息啊。休息两天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去找是啊？这里的好多果子，有苹果、核桃。现在满大街上，你看我们吃早餐的地方都是摆摊的，还有猕猴桃，你就住在这里，天天掉馅饼了，也是起得早，人人去捡，你就要睡觉，不行，我就回家，你一个人在这里休息，我还不急我不急，来坐下，先坐，你看，先坐下来。我不坐。你看，有儿子马上要交学费了，要1万块钱，你不着急，你哪怕去摘叶子也要去摘下来啊。我说你别着急嘛，你先坐下来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事情。昨天你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我到附近镇上转了一圈，果子市里头咱俩开园，其实我的园子都已经谈好了，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啊？我不想跟你一个惊喜，就是那我干着急在这里。你这样急对身体不好，知道吧？会出毛病来。来，我们两个慢慢唠唠啊。你看，你眼睛今天怎么这么红？心里没一肚子的火。还要不要点点眼药水？再给我点一下。昨天你不是打了电话，要不来找同学再放我，好像明天又给他做了三毛的，我说给800，他说800不够吃，800块钱已经够了，你女儿读书的时候用还有剩，现在不一样了吗？啊，多少年了呀？没呀，不着急，你多吧？没用过行动啊。过完年了，反正也就是过一年的事。好喝吧，天天喝水，一天就吃一顿饭，天天喝水，那口水都没了。那再来一个。水便宜哈，你看看哪里的原材料？河北安阳，这边和南安的要晚一点，同这个地区，一个县也得早出一晚。那什么，人家那边的早市在普通卖的，我相信你啊，你本身就要相信我，你不相信我，相信谁？我就是因为太相信你了，嫁给我吃香的喝辣的，不会让你干活的。谈恋爱的时候话，你别太相信这个。话比喻话的大。